众所周知，苦力怕遇见猫，扭头就会跑。有人说就是因为苦力怕猫，也有人说这是因为苦力怕喜欢猫。那么，首先准备一个围墙，然后放一只苦力怕，再放若干的小猫。接下来你会发现什么？瑞破简单，说得尽快。然后你会发现，他为了躲避这些猫，一直在行动，根本无法停止。救命！救命！上楼！别上楼！啊！别上楼！别上楼！一直一直哭着吞命，对不对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？正片开始。你个狗，你怎么跟狗一样？啊